我每次一上去看一下就很怕，我说我会死，我这样子，他们就讲 rolling， 他们以为你准备好了、我就上去，所以你看我跳警察裤，我是在叫，好像我要啪就出去了，手皮全部开了，我的手开不了车门，就是over。青霞跟张曼玉哭了，哭。成龙全球直播首秀中分享新警察故事跳灯后的幕后故事，用的是大厦的电，下面没有什么防护措施，就是几万颗糖铺在下面，他在上面往下看，怕到要死，耸下肩膀放松一下，没想到导演以为他准备好了，立马开拍，没办法，成龙只好往下跳，下来手心战裂，皮全部没了，开车门的时候都没啥力气，手在发软，当时林青霞等人在下面看着这惊险一幕都哭了，就担心成龙会出事，可他还是完成了，太敬业了，难怪影片如此的经典。拍警察故事，然后最后那个镜头反派那个是很大一个导演劝，一直在劝，没有助跑，什么都没有，反应单嘛，可是他双手，他一直在，全哭了。